收看长老法语。不可入神界，轻易唐突。他们是讲平常是，采那个胡丝哈，有胡椒的手采，有法布的手采，哎那个洗涤上、通早上、磨中间、前面所搓到的水量，也还应该还是属于全部的范围内。不过也是只有个出家人。出差服侍行平常是没受心为错到有点种罪孽，但蔡家人来服侍礼服那也得过规矩是不低，下班也会多少啊，也会受到错到这个罪孽。可入神行就是尤其男性往往多了一天呢、甚至摸着上衣露体在那个服侍服堂行按那个情形，那就老凶人穷样了。轻易唐突，轻易啊就是像找一个内衣，没讲三强强了，三重强那有没有关系呢？三个重强没关系，你啊只是说明你找个只是一个简单的内衣换上，简单的内衣换上在太天府堂上，或者有这个父亲父兄的面前啊，甚至随便呢找个被村民从哦，所以是唐突，唐突呢就是冒犯嘛意思，触犯啊、也还是礼的意思。那在福建按来说有福建乡的时候才冒中间甚至冒着上衣啊，或者是找一个内衣随便在一个佛堂地步度上来出出入入啊，这个比唐突触犯了一个身相啊，那是非常失礼的事情，所以不是轻易唐突。在锦香前不强脚力踏上天堂，有福建佛像的所在，也就是太天呐、太天佛堂的所在呢，按一批比听而枪脚海而枪海离离呀、就是海啊、就是捉海了。一个捉海一批而南外问枪海，一个插脚一批要射枪脚啊，摸个摸枪的脚或者捉摸枪的海踏上那个福田上啊，多了福田上啊请枪长眼们所在海脚比听而枪的。当然平常是因为太监呢都是有作害了，中原没作害也是枪脚，不会讲吧留下个脚一批不枪个脚一批。不过问海的事情呢、永远不想麻烦，随随便便作出外面的海啊随便装一副桶按来就不好。现在是因为多数都有柏油路啊，或者是水奶路，比较是他枪比较他没有奶粉奶沙啊，那三百公斤也没有奶。像古时间一个奶路尤其到老几天刚才说你讲外面的海就种进太天，那必定的太天就是不清流水清哪沙，所以凡是经济不同太天啊必定的弯过呛海，所以不同方啊各个那么有呛的海里不好做那个外面上做的海种进去啊。一个道理应当普通一般稍微懂得佛法的人啊，他体都晓得了啊。不过平常人唔知嘅，想把自家平常做得个海装一批嘅，那是去平常的事情。而出家人带水佛事上应当知得这个道理，不至于按两种。所以用那个不抢脚不抢海，踏上佛天，踏上佛个沙地塔，该就是有过失啊。佛作舍恰。逆神起来写卡也就是我们平常说卡的呀，书的去做个海
思维去做个拖鞋吃的，从前你真实他挺流行设计大挺流行，写也是吃的，不过这个做法很重要，写两种木牌啊哈，给带平的带平的啊，底部也空越都空空啦，带平的底部也空啊，安尼像我你跟你脚做落去啊，该从哪海就能写带平的树海就上了啊，强的就有硬有硬哦，比如讲从前跟你真实的个干那个木强哦，用脚趾公脚板的个哦，干那个就是强。也还不有牙有脚出来一寸啊，跟你脚出来，它面当是一块圆的，还不有脚圆长啊，那个竖的竖圆的脚，嗯，非常现代的也有很多按那个木卡，就是拿那个土海的形式为重要，各种的木卡，各样的卡。福田哈，唔做卡的游戏，纵然是卡的也唔可以做游戏，因为想象。清朝人，所以这个木片啊，清朝人因为上清香，比个做皮鞋、刮刮棍还要好香，所以木做这个石片，捏这个福田，可能也那个东西也个也种个木鞋啊，唐朝以前可能都中国人一普遍用，所以这样种个风俗啊，传到日本去。中国人后来慢慢都是没流传的，而日本人都是传到日本人。日本人实际上几个思想一般的理解的，他的都是哪里中国传过去的。比如讲吧，几在那个榻榻米上 CT 一坐的时间啦，几个设置哦个坐法嘛，脚过去了，像人跪到去安尼啊，坐啊个去搞个脚那个变成了脚盘上了啊，个脚大上安尼个坐法嘛。从前古时代那里中国人都要按你说，中国人都要按你说，也没像现在按你个做的，都是听人行，听人行随便讲话的呢，听人行说，吃东西啊说听人行说，就是听面说的，所以另外中国说法呢，传到日本虽然用榻榻米，可是给现在还不按你说，还是重要，所以给按你说习惯的哦，给听来说。啊，我哋平常某些关的人还没坐五十两分钟啊，都感觉到脚痛了。那个坐车的，现在已经可以讲非常很少，有老人也有很多，轻少很少。当然没两个情形。如果从前在日正时代，那是挺普遍。我从前在十三行啊，我车的哪都坐得起。总的气态天将有问题。平常是一上车的，甚至上山当周先啊，有时还是坐车的。去澳洲是爱作曲的，永远冇讲啊，真奇怪。做梦是作曲的，用唔有办法澳洲呢？那有个能力，有个习惯。所以那个曲的在日正时代，台湾非常普遍，一般人喜欢作曲的。尤其在那个日本佛佛作啊，那个曲的作啊，开始了好去回弘扬的。现在呢，都已经冇了。你太天冇作木曲，都两边顺便讲。不但是木卡木装入去，现在你做个皮鞋啊，皮鞋也木装入去，木做皮鞋入去。纵然是轻的皮鞋，也不应该装入太偏。应当是做布鞋，塑胶鞋、塑料的鞋装入太偏，正好。因为个配方不是讲了，一个皮鞋啊，都有当代行去清香，叽叽呱呱清草人。在太天上啊，俗称的所在做皮鞋入去非常不顺道，小的皮鞋冇装入太天。你阿个文史上虽然冇讲到，可能搿种是还冇安尼个东西。现在都是从西洋传来的一种诶皮鞋小的一种东西啊，唔可以装入太天。你神客啦，就是讲嘛，将把那个客个啊装入那个神客啦，就是服饰上啊。现在主要还是指太天啦。外面呢还可以防骗，不过服饰底部都最好莫着看，看个伤心笑，真就腻啊嘞。剃脱唐方，无复身体，剃就是剃空流出来个啊，剃水啦啊，脱再行剃出来个后难呐啊，痰难呐，莫随便吐痰啊，身体吐痰，
啊，你都不应该有的。如果佛堂方啦，乃至这个神阶啦，么个寺庙方个房间方啦，随便批它，一穷钱人呐是非常随便呐，无卫生的习惯。啊，现代人呐慢慢已经好了，真晓得，所以晓得用卫生纸，非常用手巾呢，不只讲话有按那个情形。在三四十年前，非常普遍啊。尤其啊，佮摩大父母奶个体内吼，佮奶个体内，哦，佮冇条件养宠啦，啊，有的个老人家痰一屁啊，佮脚一翘，一种个非常冇卫生个情形啦，故事啊都非常普遍，佮都是一种亲摩个习惯了。那现在已经提在这个卫生方面，晓得按来注意，当然多福寺方尤其太天，皆冇有按那个情形。所以上太天如果是有感冒啊、流鼻水啊、或者咳嗽吐痰等个毛病吼，就应当个带有手巾呢，或者是卫生纸拖等。万一有安尼个情形啊，方便是出去外边方啊，如果是唔方便，在太天上啊，也尽量洗个香烟啊来吐痰，吐在那个卫生纸上去个拖等，出去让拿出去垃圾桶。按呢就不至于把这个福田呢打成那个六色大厦。五福神体就是五位的福体神团请向的那个寺庙的福体啊。福体是指太天呐、神体指寺庙所有的各地方的。生查策马排脱施杀，许多福寺方啊有查的。我停在太门外，莫出家事业太天，从前为了要对佛堂的佛师的尊敬，一般啊在山门外南外有山有那个停茶的时候才，故事只有马茶啦、骑马啊，并冇像现代的也从个各种的通几通茶，所以如果是坐茶的或者骑马、策马就是。边车马诶，往前走就是车马，就骑马啦。非坐马车，非在骑马，来到佛寺，唔好在佛寺地拜度来冲突进出，随便来去排脱，就是在里面吼持咒嘴唱啦，那个情形，就是讲话唔把茶啦、马啦骑到那个佛天个内度去也唔好在那个福田的周围应当呢马茶多了山门就要停在山门外那有的时候地方冇按讲究啦只要唔要太天就可以做的，太天门外收获也不妨方便啦。如果是去起庄严个太丛林嘛，那就冇随便使进去，都有一个规定凡一时等以三宝经所起罪障无量无边。今日至诚，向是仿佛尊法身中，解释忏悔，也总结上文。对于佛法神三宝，所有无穷经或者太慢所错到的罪业，现在在上文一都已经披露出来求忏悔。凡以是的意思，指上文所讲的佛法神三宝之间所错到的罪业。等价等于其他磨练出来的还有真多因为没办法用文字完全彻底来练出来，太体也讲一部分，那其他应当的比例就可以提的，所谓讲几一二三一番看一面就提的其他方面应当要注意到。在佛法神三宝之间所系神系所说到的催念现在可以讲是无量无边那多，根本也都自身现前，像是方诸佛所有的法宝尊法，所有的圣贤神众，解释忏悔，统统都向佛求忏悔，希望能够恢复清净。下面就是对于佛法神三宝言所说的催念忏悔之后回向的反念回向的意义，就是将把上面忏悔的功德反念回向，念生生世世。上次三宝尊仰恭敬无有染净，反正希望从今以后无论身在那边生生世世上上能够吃你三宝，吃
就是耳朵。希望神神世世都能在老佛法神三宝接到人，都能亲近佛法神三宝，看到三宝都晓得升起尊敬心、仰慕心啊，至诚恭敬来恭敬佛法神三宝。那么对于三宝的恭敬心、尊崇心，唔会有异样，唔会有路见的情形，就是讲话，拜下轿啊，尊敬下轿，也唔会有仰见的心情。下面讲供养，对三宝的供养，天真谬财，众宝银乐，百千吉恶，真意名香，法果显明，亲师所有，上以供养。我希望我生生世世遇到三宝，我都发心来供养。天真谬财，真十几品的种粮，的部类种粮。天就是表示天后，没一定的天上啊，世界上最好的实质品来做成种种的不满的供品的供养才福天上。苗菜就是各种的这个不满类，像黄菜凉各种啊，在福天上庄严的这条的不满所做成的装饰品。苗也是天后的中宝银乐，金阳七宝殿中中的宝物去做成的银乐宝珠，拿来供养佛。在印度啊，都有按这个习惯呢。在现在中国人嘛，就没用银乐世间人呢，比较习惯就是大金牌，大金牌挂在佛像上，等于像银乐供养了。印度人就用银乐宝珠挂在佛像上，现在。也唔方便喊你做了，哦，肯定吃完唔好啊，那又发生问题。所以啊，家庭咧有金牌啊，也冇挂出个相吼，冇出个表露出来。哦，唔可能挨个佛像吼，挨个菩萨像挂到按到金牌哦，去灵验咩人来搭车佛菩萨，个金牌挂到一太挂，介个小小个坏分子看到个是哦，也有现成个不乐意份，那佢就找机会，那就会不认错罪呀。所以众人有金牌有银了，现在也不必挂在佛像上。有的是寺庙请乞呢，好像是这个钱没被人看到，按呢我请法师一样的佛天堂啊，这个功德像哈就用玻璃的透明的，玻璃的透明的功德像供在太天了，不人修功德啊，个无相布施啊随意了，固然挺好了，可是你二弟呀，该条啊，唔行好路嘅人，可能就现当当嘅钱俾看咧，其实每日都见看，可能有几多钱，可能差唔多了，拉白用了啊，其实上工班呀，就同人门敲开来啊，个玻璃上嘅青红大砖呢，拿着去一抹破碎的啊，钱都全部拿走嘅。一种情形已经唔会发生一次两次了，真多了，树叶该铁该。铁皮的，他上下拿出去敲出来，何况你这个玻璃显明的，何必按来显露呢？师兄都有一句话讲：财不露胖，财不露眼，金钱莫显露出来给人看。做嘛个东西，佛堂上要用按那个方式，佛师太先生用按那个方式，而表示讲可能挨了以后给多人落钱子，还有嘛好处啊？啊，对佛师有嘛好处？对三宝有嘛好处？用不着按来做，所以俺认为哦，两种作风啊，是差呀，不是道，应当会改。百千吉恶，真意名香，吉恶就是淫恶，用淫恶吉意重量，百千就表示千多，没一重量重。真意名香，珍贵，珍贵，意特殊的意思，千和千特殊的名贵的好香啊，拿来重量分。在供佛的香啊，而好香，唔买到个恶香、烂香，该唔好的香，有的清太几清楚哦，从脚头边开，点咩眼清太呢？莫办是香味，跟那有嘛意思呢？个佛都没讲话，像看个演出好，世间人呢就要按唔晓得，贪便宜，几块钱、十块钱就买到一束香，其实呢个好香味。冇乜嘅作用，我本师兄人批评讲啊，受用有报复啊，受用下太阳，就按你嘅情形。
搿做太野外搿野王搿盐最太了，嗯，没用盐做的，搿没有盐，我一个香米，手上有香米了，所以买香啊，买好香，莫买那个烂香，莫个香莫买。同时，广东这边人来顺便说明，现在真多做香的呀，搿个香台子哈，搿台香的香台子发发在那个下边哈，应付香。因菩萨像按那个香火莫买，莫买，你去莫买啊！几个神里莫几次人就会改。因为个有佛像非常不方便，唔太敢买到香来拜。个香点开那个香炉子、香台子、香下边放有佛像，拿到一丢，丢个粪扫篮落去。你想想个香台子、个佛像，老个太天拜佛像有重要吗？你拿来比比看。有的把个阿弥陀佛像非常庄严的起个阿弥陀佛像，挺庄严的。那就以那个香啊香台哈，个香台香炉子哈，或者个香香个纸下边哈，有的印那个塑胶哈，基本上没办法处理。那拿那个佛像来做做招牌，做那个登记上牌，色彩不应该用哎。我世间人晓得做生意啊，不晓得享福啊。那你又表示讲的金佛？用其他的投资都可以做的，用莲花、用其他的方式，或者寺庙的外向的那个景观的样子也可以表态了。做么个东西一听到用佛像、用菩萨像呢？你没想到那个佛菩萨像拿来印出个像老子哈，给你点起来一丢乱丢，那是错吹呀！对佛像的怠慢非常严重，所以现在非常普及。俺下巴也不可能，俺那也不也不有，有人拿下那个香来拜，俺就讲我都非常爽乐的，所以必听二拿的剪下来，好好去恭敬去佛法，俺现在改个方法了，凡是有人买下那个香拿那个香来哈，几个有处置，俺讲了几万件，我也去敢去处理，凡是有按那个有佛像有菩萨像的香下面，俺去看到，今俺就罚钱，能够罚钱。拿来自保的几万个店铺，几万个制造的厂房，本去去哪里处理？来加以说明。你按那个做法吧，和那个对佛菩萨没恭敬，你自有罪过，何无何处？也不应该按来做，要悔改不可。其他饮食的食品也很重要。家庭讲那个素食品啊，用佛像、用菩萨像的个投资莫买，太高了呢。用抵制的方式莫买点，其他莫用莫应付像菩萨像的信多吗？何必买呢？再不然你那个因为加个香信托你去买，你的香抽出来落个万件，个纸下面还有佛像哎，佛像万件，想抽出个香来得买过来，新闻纸板没做的，那有一天那个有佛像了呢？可是哎，两个方法不是讲一次的，讲了信多买的，可是大家都是一面风，莫你去用心。甚至严重到有佛像的像纸哈呗，用起来就随便乱丢啊，都没人去注意啊。只晓得讲个佛太天那个佛像安太尊，就你晓得拜。干那个世尊个他那个上票方个，没人去动脑筋，这不应该有啊。太上也是佛像，世尊也是佛像，一样的恭敬，不可以按你马虎。那么现在的问题当然多方面更严重了啊，比如说从那个包纸方啦、插纸方啊，非常难处理。所以大家都包纸吧，没办法，因为给包件吧，也是做广告、做宣传，他没法我讲哎。看到就得建议了啊，穷尽佛法，其他没办法。那么如果像佛告插纸，都是在封袋、封面上拿来印佛像，色彩太不应该有，也完全是错吹呀。那你既然是佛告上之年，你一点个道理都唔敌，对佛像都冇恭敬啦，色彩是吹过。现在非常流行，每一个人呢，这个带个那个金链那个佛像，世尊的佛像嘛，个护身符，佛像带出来个像拍电影个带出来个胸前，那佛像挂的呢，你个比如按认真欺骗说又不好了。一片说佛像的带点去，看到法师在当地法师佛像带点出来为佛家统一当地，都不应该有的。俺侵犯对自家的眼神上的挂那个佛像方面，俺侵犯对这种做法。有啊，不得已种个善人的无奈哦，
跟住哦，耶稣竟然系欠奉我阿尼个表示讲话啊，有附神嘅作用话保护佢嘛？一些人嚟防骗啊，还可以有话好讲，实际系不应该有嘅啊。如果是太人阿尼来带，那太不应该啦。我常常看到有一班技师啊，跟住康复机会运动地咧阿尼嘅土地上上，可是几个康练互相带的咧，看到人就拜，看到法师就拜，哦、互相都停一拜落去。也不应该有，受拜的人要顺服，啊、所以我千反对挂那个红莲佛像带出来的眼神哈，啊，家里讲我拖着三拖耶，啊，看不到，那还比较还可以防骗一点，那显明挂在外面哈，更不应该，实际上不必，家里讲你心中是模糊的，挂一百个红莲佛像也没用。也不见得就有好，啊，因为该只是仍然是一个外相啊、假相啊，没真的呀，啊，那你必定心中要有佛，心中的模糊，你挂了个佛像，不见得有某个作用。假如我挂了个佛像啊，方便该有佛像，你对你就有保护。那个做车的、做墙头的，你给挂起来有作用吗？能够保护你强阳吗？赌博的人挂起佛像了，岂不赌阳吗？赌阳吗？莫按一个事情。啊，绝对不可以！毕竟呢，你自己真心心中有念佛，时时刻刻不忘佛菩萨，该这样的真功夫，挂在外面无事业，真好福的人唔地脱离哦，方便讲引起了枪是可以做的，但毕竟呢搞你欺骗说唔枪的时候才我搏起了，衰木也我搏起了，啊，尤其蔡家人，那如果系相啊。像那个法师当里，那一天都不去了，拜佛了，那还可以防骗了，他是也不应该有的了。中国最好莫带，莫眼神上带佛像，也不必讲眼神上带佛像，我心中有佛，太搞好多心中有佛，莫抢跟外相有佛，外相有佛，心中莫佛，心中大妄想，你带下都嘛没作用，干么跳楼脚全身带呢？还有嘛个作用吗？没作用。所以啊，莫你别讲啊，干了佛像带就有报复哦，没安的。啊，毕竟那种心中内心消息了，所以买强要买好强，因为讲到强中强啊，因为前面好像还没讲到，所以除了要补充再给我说明，好强点面技术做的最多三级，没必要点太多。法果鲜明，香花水果新鲜的，面是指点灯啊，光明啊，非常用强用法用灯用果。中央佛、中央三宝，不过法老过度要新鲜哦。装饰的法也可以做的啦，但是如果是鲜花，咱家都个新鲜的香花，中央都恰起来做熟悉了，冇恰起来做个表。如果法果呢，用法果呢法瓶装呢，个水而满一碗，一磨碗啊，个水会粗又粗密，安尼就冇强劲，所以应当满一碗碗个水啊，法瓶个水而碗。好像陈唐人讲过，花瓶放花果呢，放装水插花嘛，讲滴几滴吃落去，算是啊，滴几滴吃落去，讲花也很耐，还也过唔会出，我挨冇意思样，只是唐讲，你睇下不妨试样讲讲。青丝所有上一种药，青菜的世界上所有嘅最好嘅，我常常按拿来用来中药三宝，要有神佛先王天相。开甘露门，想要一个有人修行神丘佛塔，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神佛，那挨住个仙女去，许多的神佛个所在菩提树下方啊，来向你当你求签，签签给签给转法轮说法，像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神佛以后啊，繁忙地时来签签给转法轮，来从此以后出转法轮都唔必要啊，这就是开甘露门。甘露为天上不息之药，啊，如果是多甘露长生不老，哪里的甘露的比依佛法，依佛法的修行得法身慧命，永久无穷无尽，所以不是开甘露门，开展、开拓、开示，所以法华经讲开示我们佛子第一件，开拓那个甘露法门，是众生啊依佛法修行能够团返到了生死。出苦海神佛套，就这个有人
最初神佛来翻译二些强壮方的，让念一盘念我上的先最后用。如果有佛引眼亲呢，途中神的引眼亲呢，我念一盘啊，就是念咩？江西讲嘛，你说八十岁在计时那个关，沙罗松珠下念一盘，念一盘的时间，还要最后去供养佛，上的先最后用。每一尊佛念一盘的时间，我都要先最后用，先奉献。最后的供养，像是家门的佛临终涅槃的人啊，在中午以前修了个顺陀供养啊，所以讲顺陀最后供，顺陀最后啊拿到那个世间的饮食去供养释迦牟尼佛，该一传受用了以后，该按部就班涅槃了，那就是最后的供养。以众生中修了佛经，如果是出家人，在那个神坛之中呢，大家都通好好喜欢那个六佛经啊，所以神神客就是佛合义，就是六佛经为佛合众，就是神佛同处，求佛无争啊，义佛同一啊，见佛同见，解佛同修，利佛同准，也就是所谓六佛啊。如果具备那个六佛，神坛才能够符合通处，才能够修好佛法，所以神坛通处要修这个六佛合，什么六佛神？六佛的意义上讲，现在重要。得此差的形容三宝，上分佛陀，下化众生。如果神在人间得到此有此差的力量，比如讲做国王、做宰官有力量啊。那能够在那个世界上啊，来行动三宝，就是弘扬佛法啊，把那个佛法神三宝的教义弘扬出去，上分佛陀，下化众生，能够做到安那个程度呢，那是最好的。希望如果是生在人间，有志在的做国王太神，就要行动三宝，就要来弘扬佛法，上分佛陀，下化众生。做这种的分发的事业来施佛法嘛，普遍行动于各地方。你看就是参佛以后的反应啊，以上所说以三宝经听从主催皆以参佛总结上文。以前请将上文所讲的对佛法神三宝之间，无论是错到有强的催穷的催虽相信多没一种两种，所以是足在多牙不一支持，错了真多罪孽，现在呢统统都已经忏悔了，皆已忏悔，统统都向上三宝求而忏悔，总结上文有哈文啊，是神意哈文，其一主恶今当此地复见忏悔，除了三宝跟所说的罪孽以外，其他还有真多罪孽也要提出来一一的法度忏悔，用其一三宝因为其他多方面的种种错误的恶业啊，仅应当按照实体顺序也说出来法度忏悔。而忏悔以前，先引证经文所讲的脱离呀，勉励他个。以经中说，有你欠你，一战死不作罪。你者早已能悔，见一盘见，前窗一盘见向有讲，讲世间有两种人啊，最欠狂，欠义最欠狂的人，哪两种人最欠狂呢？第一，死不作罪，上进上知，完全没错到罪孽，可是两种人难得，上进上知的人少，总下见性多。中下见性的人免不了就会错到罪孽，但错到罪孽会很忏悔，所以你者早已能悔。万一错到有罪孽，你们是凡夫吗？免不了会错到罪孽。俗话不讲吗？神仙打鼓有时错，那人打错个难免了，神仙打双脚又发生错误啊，何况人呢？意思就是讲嘛，既然是一个凡夫，未免会错到过失。那有蛮有感光啊，没错到罪孽，不可能的事情，多多少少会错到有罪孽，他错到罪孽会很忏悔啊，比如说三大的六小会很舍
错吹呢未免呢免不了的事情，那一次也是好好一求忏悔，努力改进，等到究竟神父才能彻底消除罪孽。所以一个纵然错到罪孽晓得忏悔的人，那也是算欠狂的人，那就是比讲嘛，吃不着罪，像神山莫达到了手，神仙的山莫达到了手，啊，钱不强，唔会达到那啥。天天上的人啊，纵然了手。大到拉萨，三大到拉萨，或者 Q 三，就会很蛇蛇枪附着的，蛇到前枪，人人有善的重要，所以也是健康的人。那么这两种最健康的人，一种就完全不会做善业，一种纵然错到善业，很忏悔，简单讲，有认错，认错，第一讲，安尼不对，有忏悔心，那就是也是属于健康的人。最怕就是连见解都做到破坏了，你没说哦，那安尼没吹有功德，这就问题最严重，就是破见，破见的吹过啊，这就严重了。所以众人有错到吹呢，第五错小三非念错安尼啊，也是算一个健康人。又有一种办法，能为众生灭除众障，仍然是出差一行人，但还有两种贴勤拍的法，能够使令众生消灭除去种种的罪障。那两种呢？一者惭，吃不着；二者愧，不令他着，就是惭愧。第一种有惭，惭心，惭就是惭自己，唔会去错到罪孽，双重坏惭啊，来唔敢再个错到罪孽，就是吃不着。二者愧，愧者愧他人。不令他着，看到别人，也看到你没错罪，看到别人错罪呢，也反省自己有错的罪呢嘛。那么也没使别人错罪呢，这就是有愧啊，忏悔心，忏悔，也就是最健康的人，最能消灭罪孽的方法。有忏悔者，可免为人；要不忏悔，以做勤出不祥意呀。俩还是一般人的本事，一般人能讲吧？一个人是有忏悔心的人，这样可以成为人；如果是没忏悔心，师兄法讲不得羞耻，无良无耻。这样没忏悔心的人，不得羞耻的人，这老勤出无一样，勤两脚的两脚的会比的，出四脚的会走的，这就是世间的福报财劳等等牛马猪羊，也都是出的。家庭讲无惭愧心，两个人老了个勤出学神，那么个两样呢？不相依呀，依之一样，不相依就没一样，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如果是无惭愧心，非为难着，那就老勤学之类，并无两样。是故今日自省，皈依以佛，依法忏悔。有安尼个缘故，我哋要有惭愧心。第四个过去罪孽多，所以要自省恳切，今不日来皈依释放诸佛，按照佛所说的法，照法好好的拜忏求忏悔，依法忏悔，照这个忏文所讲的方式完全照法好好努力来求忏悔，消除罪孽。下面就是分别忏悔这个除了三宝以外，其他所说的种种罪孽。五次以来，至于今日，佛心下多见，杀害众生，皆皆遭离迷妄量鬼神，欲其言言，终不能得。佛家有心下多见，甚至颠倒的下见，杀害众生的生命，就是杀生。来祭拜神明敬鬼神等你没说阿弥能够得佛非常严重的错误，接着里弥妄量鬼神第二个是有三种人，第一是解了解的解理解的解，第二是解松的解接着没得解，解就不起身，解
天山嘛，托海海，比如讲明朝初年嘅海禁，相对就海托海，嗱冇海嘅海重音，海禁嘅托海，所以呢就先系有三音，三重音，解解海。现在两位儿童听一种解啊，冇得解，解是错误。要为解救啊，就是救的啊，一个生命希望能够征服，所以唔好多解啊。解救李弥王两回事，就是讲救的一个生命啊。那、比如讲啊，师兄人啊，手表长啊，种种啊，哈，那就是等于解救李弥王两是妖精鬼怪啊。世间上许多个妖精鬼怪。就是用李弥王量啊来种算命啊。如果是详细拿来分辨呢，李呀、就是山神，也是山上的鬼怪；弥呀、就是这个各种的物品啊，落来研究变精怪。物怪，物怪就是弥；王量也是水神命，也是木煞怪。比如说山上的树木、比如说田野树木、有树神啊，所以称为神木。或者是那个石头旧的也会变成那个种种的怪物、所谓妖怪，妖精鬼怪，那就是李弥王庙啊。以及其他的灵气鬼神啊，祈求那个鬼神啊，希望能够延年益寿、增长福寿，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总不能的，究竟还是得不到。第二一贪文呐、是根据那个药师经，根据药师经弄出来的。他家读药师经也有这个文字啊，啊，比如药师经上讲，杀众中众生，改造神明，扶助亡灵，强克福佑，欲济延年，总不能的。你吃米饭，心下多艰。你系他们就是根据两个药师经，你系他们来嘅。改过方式下，世间人犯了非常大的错误：杀生、持戒、杀案、持足多养，难以祭拜鬼神。你有没有讲话？能够得福，能够延寿，非常大的错误。你把众生的寿命、寿命缩短了啊，占便宜的寿命，而梦你真殊，哪有可能的事情？错恶人而得善果，无可能的事情。而社会上普通一般，往往都发生安尼的错误的境界，所以从锣鼓啊、锣柱中传下来就会安尼。过年过节啦，平常拜神啊、祭神啊，都要去拿来杀生、吃鸡杀鸭，拿来祭拜啊。实际上啊。拜神都是天意，敬衙门天意。世间人有没贪食，而经济之家的衙门爱食呐？就讲啊，那为啥敬神嘛？过年过节啦，爱拜神呐、啊，莫自己杀阿妈阿妈去拜呢？好的神莫老吃落去，迄老吃落去啊，我敬拜敬死咋？绝对唔敢用千多千太，唔管人送鬼都死死，咩烧三成？哦，搿就是因为送出去莫拿多种来嘅，死死哦。几耐嘛？托过四点嘛？啊！一总用扑扑嘅死死掉嘅啊！因为出马嘅同时按你咧，个烧三成送鬼嘅嘛，送出去无拿多准咧啊！该去拜神啊，要嘅黑太傅都唔怕拜好拿咗去信嘛。所以假神嘅名啊，碰神打架，实在就去搞进衙门去信啊，就本神去打命哦，拜神啦、实际上那有按你嘅神那有一天是其实。世界的显示神啊，非常的有受用。天上的天神绝对无碍。有人拜天公吃足多肉，那错误都知去。天公一路哪有是两个东西呀、啊？所以你看，普通晓得个人拜天公啊，去分上界下界。上界啊，要蔬菜要摘的，上界要一株摘出。这个就十足多样的时候的五三等等这个会摆在下界哈，可见天神模式这个东西，下界就是天下鬼神是的，天神只是个双界而中央的蔬菜蔬品，
可见天公模式啊。那么因此之故呢，世间人为了自家而设的假神明，这就是信邪道见啊，与信那个邪法颠倒的见解根本错误啊。有人说，哎呦，我每年都用世界上还没啥神来见哦，今年我好好的没见啊，见地方不欢喜么？我用这个见地方不欢喜么？所以你看个摘出来也真奇怪，做到青岛个奇奇怪怪个俗成像。哦，你看啊，这个卖摘出来吼，也有几有暗呢。哦，人人冲撞啊，又做到老几啊冲撞。虽然啊，安尼本着去解除这个杀神，固然也好啦，但是。真正全舒适的人看起来非常不习惯了，所以你看就是说吧，如果你以杀神来祭拜能够得福延寿，那绝对没那个事情，没可能的事情，那只有受到寿命，因为你把众生的寿命受到了，那你自己当然要做到损坏啊，也是因也是果啊，所以用的杀神来祭拜鬼神，那只有接近鬼神，对于正法只有远离，何无何处？所以啊，那个做法像一样样，没可能的事情的。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
有一个米莱尔巴的故事很有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知道米莱尔巴常年在山洞里独自休息。有一次呢，他来到了西藏和尼泊尔的一个交界处，找了一处山洞住了下。现在这个地方呢，属于尼泊尔的马南地区。有一天，米莱尔巴突然听到山洞外面传来猎犬的叫声，接着就是一声巨响。于是呢，心想这里一向是寂静，是禅修的枷锁，难道今天来了障碍了吗？想着想着，就走到洞口前面的开阔处，坐在一块巨石上面。一会儿的功夫呢，只见一只黑鹿汗如雨下，惊恐万分的样子，慌忙跑到尊者前面。米莱尔巴一看，马上升起了悲心，心想多么温顺的一头鹿，纵然从未伤害过他人，如今却被追赶，害怕成这个样子，实在太可怜。于是就向黑鹿唱起了道歌。听说米莱尔巴很擅长，也很喜欢唱歌，所以经常唱道歌。他的悲心和歌声感动了黑鹿，也抚慰了他的痛苦和恐惧。黑鹿呢，不禁流下了眼泪，乖乖的走过来，安静的卧在这个尊者的左边。这个时候呢，米莱尔巴就想，刚才听到了狗叫，估计那条狗已经就在不远处。正想着的时候，只见一只棕红色的猎狗气势汹汹的向黑鹿狂奔过来。米莱尔巴想啊，如果能平息他的怒火，那该多好。于是呢，心中充满慈悲的对他唱起了道歌。这次的这个歌声呢，也同样感动和安抚了猎狗。他咬着尾巴走过来，舔着米莱尔巴的衣服，然后就卧在了尊者的右边，两个爪子乖乖的放在前面。就这样，一只鹿和一条狗一左一右，像母子一样安详平静的趴在米莱尔巴两侧。这个时候呢，米莱尔巴就又想啊，在他俩后面一定有个猎人跟着，估计很快就要到了。结果呢，不一会儿的功夫，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猎人，手里拿着弓箭，气喘吁吁，大汗淋淋的跑过来，眼露凶光，一副傲慢凶狠的样子。他看到鹿和狗既然那么温顺卧在尊者两边立刻就想，一定是这个愚且士搞的鬼。于是呢，就气冲冲的说道你们这些禅修打坐的人简直是无处不在，不管我是在高山上打猎，还是在湖边捕鱼，到处都有你们。我看你们这些愚且士死一两个也没什么关系，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的布衣能不能挡得了我的箭。说着呢，就拿起弓箭准备射下米莱尔巴。这个时候呢，米莱尔巴就想对动物啊说上几句法，他们都能有所感化。他是一个人，我要是对他说几句法，
他应该也能听得懂。于是呢，就对猎人说道啊，先别着急射箭，听我唱一首，再射也不迟。于是呢，就唱了一首道歌。歌词大意是说，佛陀说人生难得，可是今天见到像你这样的人，也不觉得什么，不觉得有什么难得。降服外地没什么用，今天是降服自心的时候。虽然呢，这个歌词的内容，这个猎人啊，没太懂，但是呢，他觉得鹿和狗这两者向来都是绝对不可能共处的，如今呢，却像母子一样和睦相处啊，实在令人费解。此人一定有些过人之处。于是呢，他就走进尊者住的洞穴，仔细查看了一番，想要瞧瞧这到底是何方神兽。结果洞里面除了一些荨麻草之外，一无所有。这个时候呢，他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信心，就对米勒耶夫说道啊，请问您是哪位上师啊？师承何人？修的是什么法？谁在照顾您？我能不能跟随您修行？等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呢，米勒耶夫就又唱了一首道歌作为回答，意思大概是说啊，我是米勒耶夫，蒂洛纳罗马尔巴是我的上师，雪山土山是我的住处，岩羊和鹿是我的家畜，兔孙狗狼是我的守门犬，日月星辰是我的风景，神魔仙人是我的邻居，猿猴和熊是我的玩伴，光明快乐是我的陪伴，荨麻野草是我的食物，山泉池水是我的饮料，气脉名点是我的衣服。你要是觉得这些都适合你的话，就来跟着我学习吧。猎人听后呢，看到尊者所说和他所见的状况完全一样，心中呢备受感动，随即恭敬的顶礼尊者，而且把弓箭、猎狗和全身家当悉数供养给了米勒耶巴，并请尊者慈悲摄受他们。于是呢，后来这个猎人就成为了米勒耶巴的八大弟子之一，叫做猎人耶巴。所以说，我们能够投身为人道的几率已经是微乎其微，而又能在各种不同的人生当中获得暇满人生，成为修行人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是微小到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